你们怎么是两个人给我按？哦，这是我们店新增的项目啊，特色啊，叫双飞。怎么老摸我腿啊？啊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啊，这是世界上刚发明出来的一种新的按摩手法啊。对，叫做抚摸疗法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抚摸啊，用我们的双手呢代替母亲的双手，就像母亲的双手摸自己的孩子一样啊，可以治疗他的内分泌失调，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啊，就是防止长一些骨刺什么的。对啊，哎呀，姑娘，不是我跟你说呀哈，我干这么多年了，按了也有好几万只脚了，你这脚真漂亮，长得你看啊多好啊。说的是。我干了这么多年了啊，也从没见过像小姐这样这么漂亮的腿，白呀，长就长，哥你量一下有多长，几哪？多长啊？啊，你看啊，一哪？一哪？两哪？别算，你那个手短，你跟我量的不一样。怎么可能呢？杨先生，干嘛啊？我忘了，这我能量哪儿？五哪？五哪？你们点的技师已经来了。啊。好好摁啊，使劲儿，知道不？啊，哎，哥，啊，画，你看，哎呀，有画呀，这是画大花，画的贼好。